也好啊，我是台海，我是台湾海峡的一道桥梁嘛，对不对？没问题，有中线就有中线，无中线就有中线，好吗？没有关系，找关系，找到了关系就没有关系，无忧无虑。节目久了就有老态，老了就有疲态，疲了就会淘汰，除非自己淘汰自己，否则就等着别人来淘汰，就那么简单，这是艺能界的定则。所以要持盈保泰的话，我们就是必须要研发更好的东西。还好我们在网络上面的收视率啊都是最高的啊，这是值得庆幸，因为代表大家都有看，那代表不一定在哪一个介质上面看，在这个界面那个界面上面去看这个界面，所以我们就多多的努力开拓了更多元的一个方向，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明天会更好。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we are the one. Better days, so let's start giving. Whatever can we make it? We serve in our world like. 你真心好。我每天写差不多。对。你们为什么要这样？那个车因为没有来。Roadster， 特斯拉的 Roadster。我可以送你 Roadster。龙虾就可以了。Roadster， 那结果那个车没有做出来啊，就定两年了。然后特斯拉，谢谢他们。都告诉我们谢谢什么？谢谢他们没有做出来。来的还是我，还是要谢谢。谢谢你，你好邪恶哦！谢谢你。你会担心特斯拉比较不安全？不会啊 ，No， 特斯拉还是电动车里面的 Number One， 好吗？要不然你找懂车的来跟我聊啊。对啊，啊，真的很安全啊。那因为每一种东西都有它的 bug， 对，都有它。你看 Canon 有 Canon 的好嘛？对不对？尼康，对，然后尼康有尼康的好嘛，是不是啊？这他们都知道的嘛，比如对焦，还有它的焦感，它的对不对？这不用讲，他们都很清楚。特斯拉就是一部好车中的好车，很难比。我没有代言，是不是？没有代言。嗯。阿弥陀佛。你让一个基督徒吓得喊出阿弥陀佛，没有啦，各位，我拍照的时候永远比出这个 pose， 这是什么 ？Love and peace。您去看看最近那个第一名的，整个收视第一名的那个网络剧，亚奈菲，他飞到太空跟他女儿，爸爸看那个剧看到哭了，爸爸跟女儿，然后两个用摩斯密码，我也曾经用摩斯密码这个梗去拍过一个电影。去拍过这个电影《摩斯密码》，打麻将用打摩斯密码告诉你的上一家发什么牌给我。摩斯密码跟女儿，然后在四次元里面，他竟然他回到那个黑洞里面进来，然后回到女儿永远纠结的说：“我的书房里面是不是有鬼？”哦 ，Interstellar， 星际效应。呀呀，好，你讲出来就可以。星际效应，然后呢？这好久以前。旧的啦，旧的，但现在突然间又爆火嘛。那这个代表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意念。哎，你刚问题是什么？我当然绕了这个弯以后，绕的还不错。所以爱与和平，结果你知道吗？在那个充满高科技的电影里面，最后唯一能够拯救人类、拯救地球的，竟然父亲对女儿的爱。两个是 love and peace， trust me， 我们都是地球人。有一天，我们一起到了水星，到了火星的时候，遇到彼此。你哪里人？我地球人。我地球啊！什么？开心。哦，开心是这样表现。对呀。那愤怒。懂了吗？愤怒。啊！好不好？所以要懂得彼此相爱，这个是非常重要。好吧，与政治无关，与政治无关。Love and peace。啊？不担心伤害。啊，李工长。都有啦，生意照做啦。啊，对，一切正常。
对，好吧，我们就尽可能不要去。现在想问一下，就是最近就是中国的军机常常跨越中线，然后就有那个资深媒体台海无中线，对对对，讨论度很高，对，就台海无中线，我知道啦，对啊。也好啊，我是台海，我是台湾海峡的一道桥梁嘛，对不对？没问题，有中线就有中线，无中线就有中线，好吗？没有关系，找关系，找到了关系就没有关系，无庸无。他最近在看无庸无啦，那个非常啊，非常绿色。他最近追剧追得很用力。对，追剧一定要用卡拉轰天雷，好吧？因为那个立，没有自如，那个立体感，回到家先打开卡拉轰天雷，你要看什么都有。你要听什么都有，心情不好，一言不合就唱歌，好吗？哦，我现在没有邻居啦。对啊。我现在没邻。被你吓跑了。没有，我把隔壁都买下来。话啦，大家当真了？没有。是真的。当然是真的，然后你怎么？那是做朋友的。怎么住到我隔壁，然后车停到了车位？对啊，我把房子租出去了，租出去比较划算吧。我有邻居，我竟然不知道，而且跟我同一个门，我说奇怪，有明明有那个怎么会自动做厨师机就开始跑？对，原来是有人去动它。对，没有问题。OK， 家务事啊，家务事，有点难解。但女儿送我是一个23还24K 的一个东西吧，啊，那个东西对我来讲意义重大。那你知道那一个东西，每天陪爸爸的时间最多。对。您会打麻将吗？会打麻将啊？这样也要聊。各位，我昨天发生了一个打麻将这一生没有遇过的事情。我总共自摸了8次，不，自摸了8次，因为我们打很长。自摸了8次，我8次自摸通通是中头的，有没有可能中奖？3饼，然后6饼，7饼6饼，对，然后4饼4、6饼，自摸5饼，那个6、8饼自摸7饼。那像媒体都写宪哥打麻将中洞大概 ？No， 中洞大概。摸中洞，就一直摸到，对啊。摸中洞摸到8次，可怕了。这个会不会跟这个最近鬼月有关系？那宪哥想问一下，最近运势很好啦，这样子。那因为最近好像就是中国那边生意的部分会比较兴，这样子，还是其他的可以帮我想一下？这运势很好。不影响。这个互相对待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对，你照了镜子，你也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嗯，